จะเข้ามาวะ好，开始。Thank you.
二十多万。啊，你看我的事。咱们咋事吧，烟店不用路，烟店不用路，电箱跟那个日记不是咱都连好了吗？看回直接充上电就行。开家车呀，我说他不开车。我们跑步。多拍个照片的时候，你拍多拍那个照片，现在开始拍拍。这就是门禁，六万八千八，别的人了，这个叫你。没了，我发现。啊，这警察拿个烟，也是在这意思。不错的。行吧，都好上了，我也吃了。那你们的飙车该检查啊？电箱里边又不是有飙车吗？有啥不有飙车？哦，今天咱发机那个钱都把那电上电箱黄了就接上，直接接好，直接充上电就行了。煤油咋放出来啊？嗯，这个水啊，啊，这个水啊，还有这还有一盒酸奶呢，知道没？这是你吃了？我吃了。今天我就回来了吧。今天我就回来了。今天又是，你不是空旷？那就咱上回说那里，那就上那里去了。接不到合同。
不好吃。那好看，你看那个，我这个是吃吧，啊，花钱是吧？是吧？啊？我那个，我就回家吃一口，然后就好吃。是就好吃的吧？是不是嘛？你们是经常回家？嗯，今天应该能回。我不两个店了，是。也还不敢别再收桌子了，也还再收桌子。你收桌子就给那个火锅店。
轻啊，不怎么轻，还能开心。小老师，小对象，你这看和那个打乱的时候怎么就少了？第二吧，全部接好。好，开始。配的那个的配的那个，你把这个俺俩都放在最前，是吧？俺完了都俺自动带，俺完自动带以后，俺这个就慢接。行，讲讲讲吧，讲讲讲先放在里边。我爷爷说，对了，爷爷。他说你我开出你的保险来，也充上电，你说，他没那个意思。Yeah.
相信，万一出成名，好嘞。两天咋有人吃饭啊？
好。